当我今天下载下来的档案，它放在什么地方？这当然是很重要一件事情。首先，我们第一件事情，打开档案总管。所以打开档案总管，第二，请点下载。所以建议你把它剪下来，贴到，看你是要贴到自己的随身碟，还是要贴到什么位置，然后把它放在适当的一个位置。接下来我就要进行解压缩的动作。好，那怎么解压缩呢？滑鼠右键，然后解压缩到这个好了。结果他会说，请输入密码。好，然后点选确定。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范例的资料夹？好，这个内容就是等一下我们要使用的。今天我们课程所有要使用的内容都在这个地方。所以等一下我要先讲的是这一个范例，这个范例超市范例怎么样开启？就是快速点两下就打开来了。好，所以你只要知道说这个解压范例点 ZIP 解压缩出来，产生这个资料夹，资料夹里面看一下有四个档案。